启禀高志，你忘了我们的约定吗？除了书信来往，私下永不相见。那得是在我得到飞天神珠的基础上。熊掌门难道忘了，20年前可就是在这儿，你我有一个约定，我助你除掉江源，你助我得到飞天神珠，我的承诺早就兑现。你的呢？可这飞天神珠已死，我又该如何兑现承诺？ 你以为他真的就死了？这齐生，我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师叔加油！放开我！不要吵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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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江梁夫人之人，南城大事，他根本不配当掌门。如果不是他占着掌门之位不放，我又怎么会联合黑旗会，做出如此不忠不义之事啊？原来都是你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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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不肯撒手，那么你又能奈我何？这就是你们父子俩的命！来呀，来找我报仇啊！来找我报仇啊！